哎，媳妇儿，又咋了？你给我买一套袜子吧，今儿穿吧，自己缝缝得了吧。那这样，你跟我做一个游戏，如果你能赢，那我给你买十双袜子。你把这一二三四五都读对了，老公，我给你买十双袜子。真的吗？这不还不煎蛋吗？就我可以。来吧 ，Round One， 小富相。你袜子你不用想买了啊，够。有没有知道这几句话是咋读的？我估计除了东北人吧，也是东北话十级，我觉得是除了东北人应该没有会读的吧。校徽上，校服上除了校徽，别别别的，别别，让你别别别的，你非得别别的。幸亏我多跑了两步，要不然去不了，赶不上上上上。喂，有点蒙圈，谁会读来？艾特下金小心。他看我吃阿胶，他也要吃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吃吗？我得把我那藏起来了。他还挺爱吃这玩意儿，我以为他不爱吃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当糖吃呢啊，儿子！哎呦我去，爸挺好的啊。嗯，吃吧，把水喝一口啊，喝口水。没吃，快吃吧。老大都去上学了，他还压个两只头发。啊？他们在吃烤架。嗯。他们在。天天要买玩具，快去上学吧。天天不要上学。昨天去的时候就哇哇哭，老师说，咋还哭了？晚上上学时候说的，跟他已经说好了，今天不哭，今天不哭了啊。哎呀，昨天走的时候就不爱走。哎嗨。谁来给我大玻璃啊，捡起来快点，脚垫烂了，刚刚上。看你头发，头发炸毛了都。哎呀真好，来给妈妈去扔掉，去吧扔掉，你去扔掉啊。还得吃啊。哎呀哎呀开不开，哎呀哎呀进去吧，扔的。啊，烤给大头扔过呀，你还知道分类呀。啊，你还知道分类呀，儿子塑料还扔塑料这去了，去吧上去走吧，拜拜。都走了，正好录个视频，最近我也要开工了，然后那个开始变忙了。就是昨前几天嘛，我不是录，就是最近嘛，就是觉得老录孩子也没啥意思哈，录录婆婆看孩子的，录录婆婆做饭的，婆婆偶尔也会做顿饭啥的哈，录录也挺好的哈。然后但是就是评论区会有很多粉丝姐姐，就是说问我说，哎婆大米咋没见过她跟她婆婆叫妈妈哈这个问题。然后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吧，可能说完之后大家会说我咋地的哈，这个但是我只想表达一下我的真实想法，就是我们家情况本身就特殊哈。然后我婆婆这个人呢，大家多多少少也有了解，然后我这个人大家有了解，我这个人吧就是心直口快，然后我就是说有啥问题我都表现在脸上，就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想干啥我就是脸上就挂着。然后可能这个其实是我的问题，因为作为儿媳妇嘛，对吧，你本身也要尊重一下婆婆。然后我不是不管她叫，我就是一直也管她叫妈妈的，比如说我要是那个需要干什么了或者怎么着的时候哈，我肯定会叫一声哦妈，我怎么着的哈。但是日常生活中平时你说你就录个孩子，如果就说为了叫妈妈让看我镜头的话，我就说哦妈看镜头也行，这样叫一下。但是我的视频里本身就是跟婆婆交流很少，是因为啥呢？因为我婆婆我们很少交流日常。为啥很少交流日常？是由于呢，我跟她干过一段服装，
然后我跟他来回走客户什么的嘛哈，我帮他，然后他就是很少跟我讲家里的事儿或者什么日常的这些什么事儿。你看他做饭什么呀，就是说大家都看我哈，我也不多做评价。然后呢，他一般跟我讲或者跟我老公讲的话，都是关于他的衣服的，所以就是导致啊，确实是我的心理上有点烦，就是我觉得我根本听不懂他讲的话，然后他还一直跟我讲这个衣服的事儿。如果你跟我讲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，哎，大明韩语那么好，你怎么能听不懂哈？但是日常的我是都能听懂的，但是要讲一些衣服，你比如说什么牌子呀，然后这个什么面料的，其实我是有一点听不懂的。然后我婆婆就是说，平时他话你看上去很少，但是他一到说衣服的时候，他是能滔滔不绝的说出来，这是他的一个特长吧，因为毕竟做了20多年哈，然后他就是会一直跟你说这个问题，所以他。包括他对孩子上也是啊，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烦了，他就会锁他的房门，然后就进屋了，就是这种的一个性格。所以呢，可能不是一家人不家门吧，我也是这种。然后包括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哈，就是比如说他欠别人钱，然后我老公帮他还，差人家差点报警了，然后我老公不得已给他还钱，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吧，我就不多讲了哈，就是说一下这个问题吧。我不是说我烦他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大家就是如果跟婆婆一起住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，就是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你不能帮我们，然后你反而添倒忙的话，那儿媳妇心里怎么想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啊，所以我也不讨厌他，然后我也觉得他有的时候挺可怜的，但是呢不妨碍我对他好，但是我只是说我不想跟他过多的去交流，因为我也没有啥可以交流的。你说我说护肤品的话他也不听，然后偶尔的话我会跟我老公在桌这块讲家里的事情，或者讲怎么挣钱的事情，然后讲孩子培育的事情，他也是在旁边听着，或者他就在他屋里边，他也从来不会出来跟我们讨论呀，或者是讲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可能在我的镜头里边我很少会叫他，我说哦妈这是什么呀，哦妈这个怎么做的呀。就包括以前我老公的视频，如果你们看过我老公的视频，他有几期是录我婆婆的，后来就不录了，是因为我老公我不讲了这个，反正就后来就不录了嘛哈。然后所以呢我就是你看我很少的时候我也去很少去店里录他，就是他回家了的话正好我可能缺这个镜头了，我就会去拍他两下子，然后呢看孩子啊做个饭什么的，所以就很少可能会出现我叫他妈妈呀怎么怎么着的哈。我觉得可能反而这是一个更真实的场景吧。我就说这么多吧。我现在要出门去拿货去了。哎呀，因为这周要直播了。今天放学回家，终于把这些鞋都赶紧给它洗一洗，因为又要穿了，在那放了一冬天也没洗，懒死了。今天赶紧给洗了。哎呦喂妈，你那脸是干啥的？啊，你那脸是咋？哎呦妈呀，妈那发卡掰折了，有点。哎呦我去了，那脸是咋整的？那是。脸，你去哪？看那脸。看这脸是咋的了？那是啊，吃啥了？那是啊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呀妈，看哥哥在那唱的啊，那啥呀？那个是蚊香，那不能动。哎呀，这是那个蚊香，你背个小包干啥呀？啊，你都到这来干啥呀，儿子？啊，这一天你是没啥玩了是吧？就这孩子咋都愿意就是放着玩具不玩，都愿意上厨房来玩呢？老大那时候也是，哎呀妈，你们是没看着啊，那家伙的就是那玩锅去。哎，要不扔？哎说，要不扔？你看他，要不扔呢？我儿子竟然爱吃粉条，我给他炖点粉条，放个小鸡腿，哎呀妈，他可爱吃了，抓吃那家伙，看他手，哎呀妈。金老大本来都说困了，早晨7点就他爸给咕噜醒了，然后我说那睡觉吧，他说等他爸回来，他爸还没回来呢，我说那你看会儿电视吧，他俩都困了好像是。咋那么能撒劲儿呢啊，一天哎呀妈就愿摸我胳膊亲我胳膊还，哎呀妈妈妈好吃啊啊。臭小子！他们嫂是啥玩意儿？他们。有关哪？阿爸给他的锅啊？俺就了。这爸爸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这一天，俺们都吃完饭收拾完了。
嗯。我妈妈洗澡。妈妈。妈妈洗澡呀？哪好吃啊？妈妈也吃口你，吃口你臭鸭子来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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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嘴巴子，哎呀，大嘴巴子。我也吃过你的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哎呀妈，都来吃了。